跳舞的女人即使素面无妆也自信、清纯、自然、漂亮，这种美是由内而外迸发和流露的自然美。那么今天就为大家盘点了几位跳舞精湛的女星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金晨曾是专业舞者，她纤细的四肢在舞台上显得更柔软，增添了朦胧的美，被男舞伴托举劈叉一起合作完成了许多高难度动作，高级有丝滑。虽然金晨的舞蹈非常专业，但却没有杨幂的撩人魅惑。在2023跨年晚会上，杨幂一波身材秀让众路神仙脸红，舞姿销魂，身材火辣，被网友直呼不跳则已，一跳惊人。在那美的远方，希望在身上，梦想在流浪，肩上剩下的梦。吴谨言跳舞也是专业的，她在学校时期就是跳芭蕾的，尤其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的一段舞蹈感动了不少人，一首歌一支舞真的很能表达歌者舞者的情感。张天爱是以性感著称的气质美女，更是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，身材高挑修长，体态婀娜多姿，撩人心弦的身材曲线在舞台上摇曳生姿，真是看的人挪不开眼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